吉人自有天相，你呢安心接受治疗，我预祝你手术成功。老爷，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甘心这么一走了之，我还有好多事还没有解决，我放不下心。你不要说那么多丧气的话了啊！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初为了争取伊莎代理权的时候，你那高昂的斗志，所以才打成你用这场官司。现在你需要的就是个斗志来战胜病魔的。我先走了，我会再来看你的。老爷，谢谢你，一切拜托你。哪里？动手术这一条生路的话，我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，只有赌一赌，也许上天会怜悯我，再多给我几年跟你在一起的时间。请进，赵大夫。啊，唐三，请坐。唐太太，我刚才在手术房门口不便于说出很多的实情。你刚刚不是说开刀的情况良好吗？我只能说目前暂时稳定呢。大夫，请你说得清楚一点。唐先生脑瘤是恶性的，不过他扩散的速度很快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但是有一部分的坏细胞呢，它的位置接近脑中心，我们没有把握把它全部拿得干干净净，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防止它再生出病变的细胞来。大夫，你这不等于宣判了阿俊的死刑吗？你刚刚明在手术房门口说开刀的情况良好，为什么你现在就告诉我这些话呢？这刚才我也没说错啊，这手术的情形的确是很稳健，而且常先生的母亲似乎啊是经不起我立刻告诉他的实情，这我也是为家属着想嘛。怎么可能嘛？阿俊这么健康又这么年轻，为什么会得癌症呢？你自己一定要正经点，在病人面前不要影响他的情绪。大夫，请你告诉我，他还有多少日子好活？这个三个月到半年吧。
的药喂给他吃。说什么？手术。手术。很好，很成功。放心。水。水。嗯。你要喝水。嗯。好，我马上倒给你。阿俊刚刚醒，我正准备打电话告诉你呢。他一切很好，妈您放心。现在很晚了，你明天再来看他好了。今天我来照顾他。再见。少爷啊，已经醒过来了。那就好啊。老夫人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喂，你也不让我去看他呀？这么晚了嘛，你应该睡觉了。让少奶奶在医院照顾少爷，明儿一大早你们再去嘛。说真的，哎呀，阿俊那个病房啊，还真容不下我们两个。有他在那儿，我呀，还真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。老夫人。不要怪王妈多嘴哦，我觉得啊，您不应该怄这个气。少奶奶愿意回来替你分忧解劳，照顾少爷，您应该高兴才对呀。连你王妈都替她说话了，哎，我这个老太婆还能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您快睡吧。妈，少爷的鸡汤准备好了没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去拿。喂，长公馆。啊，老夫人呢？在，请等一下。老夫人，是方秘书打来的。一大早什么事儿？喂，方秘书。什么？900万？我们户头里有多少？好，我来一趟。宝妈，我先到公司再去医院，叫小李备车。是，老夫人，一大早四喜打电话通知我们，有一张到期的票，市里没嘎进去了。我早就知道，请你没安好心呢。现在我们户头有多少现款？最多400万。你看看，还有谁能帮我们调调头寸？老夫人，这……哦，王大姐。喂，请问王大姐在吗？我姓常，什么时候回来？真的？那就算了，去夏威夷了。昨天还在台北，现在的
平常是好朋友，一听到有什么风声，生怕沾到边。还是一天，你说怎么来得及呀、啊，老夫人？喂，是的，这里是董事长办公室。对，我是方秘书。真的？多少？好，我知道，我会立刻通董事长的。谢谢。又一张票子，不，两张，总共850万，你是立美搭进去的。秦老头，他要害死阿俊吗？谁能救阿俊？老夫人，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救董事长。谁？秦浩伟。秦毅。你要我去求他，老夫人，您或者是庄小姐去求他，我想他也许会放常绿七爷一条生路的。他是冲着我来的，他是要逼我向他去低头。他休想，我就是去坐牢，我也不会求他。老夫人，既然你不肯去，为什么不让庄小姐去试试看呢？好了好了。你出去，我会想办法。是。37.8。嗯，不错，情况很好。谢谢。好一点了没？医生刚来过，他说我的手术情况一切都很正常。哎呀，那就好，真是谢天谢地呀！你把妈吓得都快受不了了。干嘛那么紧张啊？你儿子不会那么轻易就倒下的，而且开脑手术就好像换机油一样，连螺丝钉都不用换的。文丽，你说是不是？阿俊，你现在体力还没有恢复，暂时不要说这么多的话。对呀，阿俊，你要听文丽的话，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，不要说话。妈在这里陪你。文丽，妈在这陪我，你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没关系，我在这陪你。你已经大概有24小时没有闭眼睛了，文丽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眼圈都黑了，快回去休息一下，下午再来跟我换班。文丽，老李的车就在外头，坐他车回家去，好好休息休息。嗯，顺便帮我多带几件睡衣来，医院的这个我穿不惯，顺便帮我带那件我最喜欢的外套来给我，好不好？嗯，去了。那我回去了。嗯，妈，阿俊就交给您了，有什么事情您立刻打电话告诉我。哎呀，放心了，我会照顾他的。回去就快点休息啊。谢谢妈。半年了。
你怎么来了，阿俊他？我请了特别护士，我是特地来跟你谈谈的。跟我谈？今天早上我要去医院的时候，方秘书打电话给我，说是很急，我就到公司去了。 原来阿俊有3张票子在秦丽手上，今天到期。银行通知，今天3点半以前如果不嘎进去的话，就要跳票了。总共多少钱？1700多万。这么多？文丽，妈是担心。 秦丽手上说不定还有阿俊的票子，如果他陆续嘎进去的话，就会逼得我们常家走上绝路，常丽企业在一夕之间就会垮掉。万一阿俊知道了，不能让阿俊知道。所以我才来找你商量。你是秦丽的干女儿，如果你出面，或许他会放常家一马。 文丽，常家的事就是你的事。妈求你，求你救救常家，求你救救阿俊。妈，如果我救得了阿俊，如果阿俊有救的话，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 文丽，你说什么？妈，常丽垮不垮已经不重要了，就算我救得了常丽企业，我也救不了阿俊。你不是说阿俊的手术很顺利、很成功的吗？文丽。 阿俊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你赶快告诉我，你可不能瞒我！文丽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！最多只有6个月的生命。妈，老妈，你好好的照顾老夫人，我要回医院去了。等她醒来以后。 你好好的劝劝他，让他千万不要在阿俊面前露出半点口风来。我知道，少奶奶。支票到期，我嘎进去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怎么叫残忍呢？常丽企业，他有本事开出来那个支票。 他当然应该兑现的，你怎么可以硬说我不对呢？那我该怎么说呢？难道这一切不是你嘉恒回国之后才发生的？要不是您对伊莎的恶性搅局，常丽怎么会身负重债，被逼得向民间调款？这也就算了，没有想到你私下接受了常丽开给民间的所有厂还票据，你让常丽根本无法拥有任何一点转还的余地。若如您连续而又密集的兑现风暴里。 你怎么能狡辩这一切与恩怨无关？你怎么能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说了。你虽然是我的干女儿，但是你也不应该对我这样说话呀。秦伯伯，不是我不知好歹，我感激您对我的一切。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阿俊躺在医院里，努力地跟死神去对抗，一心巴望着。 明天会是美好的，庆幸所有的因会都将过去。您这么做，对常丽的打击事小，对她却是致命的。我不愿，也不能看着你去扮演死神，毁掉了她的一切，夺走了她的生命。秦伯伯，文丽，你为什么把一切罪过都堆到我的身上呢？为什么常俊所发生的一切不幸的事情要跟我扯上关系，要我负责任呢？ 常俊生病也不是我害的。
常绿起义，那是因为常俊他在商场上的竞争犯下了任性的错误，导致了追缩的压力，这个是他事先所计算得到的风险呢。他既然采取了这样冒险的行动，他就应该负责任的。这是商场人的天条，没有人可以例外的。好，既然您这么说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。不过秦伯伯，我要劝你一句话，生意虽然有竞争，但不是厮杀，更不是你用来报复的恩怨的手段，也不是你毁掉人性的工具。长清两家的恩怨已经深深伤害到其中的每一个人了，长家今天所受的一切毁伤固然不能说全是你一手造成的，但是你脱不开助纣为虐的罪名，文丽言尽于此，希望您当年的一段恨不要毁掉了今天一切应该有的美好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反正我认为我一切是问心无愧的。是吗？这些年来您真的睡我过吗？真的快乐过吗？您为什么要昧着良心去拒绝文丽的请求，去否定她真心的关怀？佳美，我都听到了，我并不是想为你或者常大哥说起，我只是没有办法接受，我爸他为了恨不惜毁弃一切的托辞跟做法。你刚刚也已经替我说了我早就应该要说的，你现在应该回去照顾常大哥，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不可能会有结果的求情上。对您不敬，我只是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蓄意的要把自己活在过去的恨里，让曾经有过的不幸继续的啃食着您。常俊的父亲，您的儿子，害人的、被害的，通通都已经化成泥了，您难道就不能忘记，坚持要延续这个不幸吗？忘掉？你说的倒是很轻松啊，我……那您想怎么样？您真的要常家家破人亡，为您的儿子偿命，您才甘心？你懂什么呀？我从小把你养大，不是叫你帮着别人来说你爸爸不是的。别人可以，你没有资格说。从小就没让你吃过苦头，你当然不懂什么叫恨，什么叫家仇，什么叫家破人亡。你凭什么指责你老爸？凭什么数落你老爸呢？你现在说出这种青铜仇快的话，你不是无知就是不孝。我不懂，我没有资格，我无知，我不孝，青铜仇快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了。我眼看着自己的父亲阴生生的把自己活在过去的恨，把所有的才华都用来报复的手段，把所有的热情都寄注在泄愤的疯狂。我这个女儿在你面前还不如一把手枪，一柄利剑来得顺心应手。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不懂家破人亡，那家破人亡是什么？我不懂青铜筹款，那你告诉我青铜筹款是什么？爸，亲情不应该是在哥哥死的时候就结束了。我一心在巴望着，盼了又盼，我只是希望等您从恨里走了出来，你能看我一眼，抱我一下，我这也算过分，也算不孝吗？
你所希望的，帮着你去勾结仇人，你也不是我所希望的，你能再拥有平和的心，温馨的笑。这就是我们秦家的家仇，是我们秦家不为人知的悲剧。怎么了？我看，除了你这，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佳美，到底怎么回事嘛？来，先进来，有话慢慢讲。先坐啊。印象里面啊，你都永远带着笑的。什么事情那么大不了，会让你秦佳美以泪洗面？嗯，永远都在笑，对我真是再好也没有的讽刺。佳美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嘛。你用不着解释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可笑的是，对自己却一无所知于命运安排下的悲哀。佳美，怎么了嘛？有什么事告诉我好不好？嗯，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以大而化之的爽朗获得了你的友谊，因为过分的珍惜，反而剥夺了向你展现我原有的孤寂跟脆弱。你该死的是，既然拥有像这样的人，我就不应该爱上你。我心里知道，我如果太在意这份爱，可能会破坏了友谊，所以我就把它藏在我的心里。这次回来，明明是想坦诚地面对他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需要你，可惜天不从人愿，闻你的失落，吸引你的关爱，而我却以争吵取代了沟通，搞得一塌糊涂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秦厂两家的恩怨又再夺去了我为自己安排的所有努力，在无法排遣你对文理关爱之余，我说不出来我是为了泄愤还是报复。我抱着入地狱的牺牲心态答应了常大哥的求婚，很天真的以为借此可以化解一切的怨愤，可是到头来却没有一个人向你说声谢谢，反而弄你无家可归，无冤可诉。难道你也认为我做错了？佳美，该说抱歉的是我，天下最蠢最笨的人也是我。这一天我想了很多，我知道自己在冒失冲动下，我全然没有顾及到事情的全面性，我做了很多愚不可及的事情。本来我想在出国以前
把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和对你种种的伤害以及唐突跟你说声抱歉。我不敢奢求你的谅解。小康，我知道你有同情弱者的强烈倾向，你不要因为我的累而激发了你的同情心。佳美，我从来没有那么冷静过，而我要告诉你的，我是百分之百理智的。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。去了一下，怎么样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好极了。赵大夫说我进步神速，除非这跟心情有关。他想我一定心情很愉快，结果我就告诉他，说我急着要结婚了。结果，赵大夫吓呆了，他结结巴巴地问我说：“陈医生，你不是结过婚了吗？”君，你怎么可以跟医生开这种玩笑呢？没有，我是说真的，文丽，我真的要跟你结婚，怎么样？你答不答应？我看我干脆下来跟你跪着求婚好了。你现在躺在病床上好好的休养，为什么要这样胡闹呢？在床上还不老实。文丽，说真的，自从我这里开过刀以后，清除掉一些东西，我觉得我思想也比较敏捷了，而且也想通了好多事情。真的？那你慢慢告诉我，你想通了什么？我想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想通了文丽，你一直都很爱我，从来没有去爱过别人。我以前所吃的那些醋全是没有道理跟多余的，文丽，我现在想通，会不会太迟？不迟，一点都不迟。文丽，当我自己知道我得了脑瘤以后，我好害怕，我好怕死，因为我怕失去你。不管我将来要去的地方是天堂也好，是地狱也好，没有你，我不晓得日子该怎么过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说起来也真好玩，我刚立了遗嘱，现在又忙着拟定我们结婚的计划。文丽，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没有什么。庆幸过完他现在最后的日子啊。王妈，你说的对。
的事，我就是没有办法面对他。老夫人，你不要太泄气了，只要能让少爷高高兴兴的，说不定还有奇迹出现啊。强大哥，哎，佳美，佳美，嗯，好漂亮的花。谢谢你来看阿俊，佳美，你看阿俊是不是好多了？嗯，都生病了，还这么注重打扮呢？我，哎，生病已经够倒霉的，当然要给自己打扮好看一点，给自己的安慰跟鼓励啊。嗯，你真有理由哦，生病了谁还管你丑或美呀？哎，不，不同意你这种看法。不是我，我实在很讨厌医院给我穿那些破布袋。嗯，佳美，阿俊是唯美主义者，他喜欢一切都漂漂亮亮的，你就不要管他了嘛。好啊，那你就等着我寄几件漂亮的衣服回来给你。嗯，你要出国啊？哎，我决定暂时离开这里一段时间，下个礼拜六要去纽约，跟小康一道去的。真的？你要跟小康一道去美国？哎。他说要先到纽约，我就做他的向导。嗯，终身的向导。佳美，你能不能晚一点走，多陪陪阿俊？哎，文丽，人家佳美跟小康有他们自己的计划，我们怎么可以耽误他们呢？我因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哎，不过强大哥，等你病好了，你可以带文丽一块到美国来嘛。我已经是老纽约了，一定会做你们最好的向导。好，我倒是一定会带文丽来的。好。伯母。妈，你也太不关心我了吧？这么多天都不来看我一次。哪里有这么多天嘛？你这孩子，才两天你就抱怨妈了。佳美。谢谢你来看阿俊，你对阿俊这么好，可是你爸爸他却要害妈。助理啊，你准备好银行本票，把长俊的退票通通给换回来。哦，还有啊，你告诉财务部，哎，把那个长俊还没有嘎进去的票子都收住，不要嘎进银行。董事长，您，哎，你照我的话办，你不要管我是不是疯了。董事长，不嘎长俊的票子，会造成另没开出去的票子有相当严重的周转困难的。丽美财团有什么困难的话，你告诉财务部全力应付。哎，必要的时候让渡一部分气也好。你听清楚我的话，这不是我的要求，这是我给你的命令。你不管丽美财团怎么样有风险，你听着，这是我给你最后一次的命令。是，董事长。魏助理，一切请你尽力达成了，谢谢。佳美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来得及。爸，丽美是您毕生奋斗的成就，您、嗯……他如果是报复的工具，毁掉他并不可惜。他差一点毁掉我。我现在想说，向你抱歉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太迟了。老爸，你永远是我的老爸，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
他比什么都要重要，什么都要温馨。好，好，我的宝贝女儿。妈，我觉得我这场病病得好啊。你胡说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自从我脑子开刀以后，我觉得你对文丽态度好很多啊。妈是为了你呀。妈要是对她不好，你不在这儿给我使性子才怪呢。妈。所以妈才让文丽来照顾，让你快一点好。其实啊，妈。我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生龙活虎的跟正常人一样了。妈，你怎么搞的嘛？你跟文丽两个人怎么动不动就会掉眼泪呢？妈是太高兴了，看你这么快就可以恢复健康了。那当然。阿俊，鸡汤热好了，你要不要趁热喝一点？嗯，等一下。有一些话我必须要先讲完以后我才要喝。什么事？妈，你同不同意我再跟文丽结婚一次？妈，到底同不同意嘛？妈同意，出院就结婚。文丽，你答不答应？我就知道你一定同意。文丽，我现在已经一刻都不能等了，你赶快去问一下医生，看我能不能马上出院，好不好？今天？最好是今天了，过了今天，我怕你又反悔喽。阿俊，你胡闹，一定要好了才能出院。啊！妈，如果医生许可，我们把特别护士请到家里来。我想。阿俊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病床上。这么快就出院，对常先生的病。大夫，阿俊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要让他一直待在医院里。常先生的病情目前虽然是很稳定，可是离开医院，我不敢保证随时在外面会出什么变化来。如果阿俊最后一段时间一直待在医院，我相信会提早结束他的生命。他现在心情很快乐，情绪很好，心想往出院过正常的生活。与其在这当个病人，等待最后一天的来临，不如让他出院过正常快乐的生活。说过，我不敢保证他在外面会出什么变化呀。大夫，那你能保证他待在医院里，他的病情会获得改善吗？哎，常太太，这样，这冒的险太大了。我愿意冒这个险。我相信，阿俊如果知道真相，他也会同意这样的选择。王妈，你有没有告诉金嫂跟老李，以后要高高兴兴的，不要在背后谈论少爷的病。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我通通都吩咐好了。嗯，少爷应该快到了吧？哎，老夫人，少爷少奶奶到了。哎，老李的车子就在门口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哎呀，小菊，想不想爸爸？哎呀，爸爸，爸爸，来抱抱，抱抱来。阿俊。太劳累。哎，没有关系。阿俊，听文丽的话，嗯。王妈，通知厨房，今天要做好吃的。嗯。今天我们家的男女主人都回来了。
我们要好好的吃一顿庆祝一下。好。怎么，你难道还帮我开生日舞会不成？谢谢妈，那我先扶阿弟上去休息，待会再下来。好，我也陪你上去。啊，我快变成老太爷了。啊，阿俊，我去给你拧个热毛巾。啊，妈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我从医院一回来，吴丽对我这么好，我也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地方怪文丽，我好高兴，我们一家三口和和睦睦、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过日子。哎，要是这种啊，这种日子，就算只能过几个月的话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怎么了，妈？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有问题啊。妈，是不是你告诉我，我有权利知道的，你知道吗？阿俊，我没有瞒你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？不，妈，妈，我求求你，你告诉我，如果我真的只剩下几个月的日子好，我不会怕的，妈，我不会，妈，我求求你，阿俊，我要知道。我要知道我剩下来的几个月，我要怎么活下去，妈？妈，我不要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死了，我不要。阿吉，我求求你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，妈？你会告诉我对不对，阿吉？会有奇迹出现的，你不会死的，阿俊。怎么难为自己？不该想天有几分蓝，一分蓝一分长，归来白发如霜。那红颜枯，人断肠。
俊，我们去找最好的医生，我找全国最好的医生，到美国去，到全世界去找，去找最好的医生。阿俊，妈会有找俊好先生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妈就给你找最好的。阿俊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病好了吗？金波，谢谢你这次帮过我厂里企业渡过难关。我热心，这些都过去了，过去了还提他干什么？不，我觉得应该办的还是要办。这些是我厂里企业的一些官立企业的让渡合约，我已经请律师都办好了让渡手续。我想。应该是够，秦博，您帮助我这次厂里渡过难关的一些债务。这个不，秦博，我虽然不了解当年您跟家父之间是有什么样的误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是我从家母的态度上面，我已经可以看得出来，可能是家父当年曾经对不起过你。秦博，如果您能够接受的话，我愿意代表家父在这向您郑重的道歉。我希望这些不愉快通通成为过去。好，秦博，我接受。你不愧是长俊。我也为我自己冲动的时候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向你道歉。来，陪秦博，我好好喝两杯啊。不了，秦博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办。不打搅了。哎呀，不急什么急什么？哎呀，你。现在厂里这个企业一切运作都很正常啊，你病也好了，秦厂两家一切也很美好啊，这个你喝一杯酒庆祝庆祝那也是应该的嘛啊。来，你坐，我去拿酒啊。我去拿酒啊，不急着办，一切有的是时间啊。长俊，我这个酒是留着跟好朋友喝的，来。一天出去办了好多好多事情，还是外面舒服多了。在医院里面，我真的快闷疯掉了。啊，文丽，我说话从来是不食言的，但是你说话也绝对不能反悔哦。这位是礼服店的何小姐，我请她来呢，是因为我实在等不及了。明天一早我们要进教堂去结婚，实在来不及再去定制新的礼服，所以我就请何小姐从他们的店里面带来很多套很漂亮的礼服，让你挑一套你最爱的。阿俊，这你不要再这样那样的，拜托你赶快上楼去试穿，我马上就上来选，好不好？尽快，拜托，好不好？快一点嘛，快！妈，这位是佳佳旅行社的陈经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一办完婚礼以后，马上就带着您还有文丽，我们一起到欧洲去旅行，一方面是度蜜月。一方面呢，我是要享受一下我们重聚的温暖。我已经要求陈经理给我们安排最好的享受跟最好的行程，所以陈经理说呢，这个路线需要选择一下。妈，这件事情我想就麻烦你来决定好不好？陈经理，哎，是的，一切的安排完全听老夫人的安排。好啊，而且我要你保证，我三天以内一定要启程，你一定要尽快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妈，我上楼去看我的新娘子。资料都带过来，经理看一下。
倒是很好，可是好像就是差了那么一点东西。什么？等等等。傻丫头，你怎么又哭了？阿金，文丽，难道你又忘了滴在你肩上，痛在我心头？别哭了，嗯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再流泪了。何小姐，我们就这样决定了。其他的配饰啊，我看我们自己安排好了。这套我要，明天你到我公司来收着。谢谢，谢谢你。阿俊，哎，你别又这又那的好不好？哎，对了，妈现在已经把我们去欧洲的行程大概已经安排好了。欧洲？是啊，你我还有妈，我们三个人到欧洲去痛痛快快的玩一趟。那公司？不要管他好不好？我都安排好了。文丽啊，我们也该好好享受一下，弥补弥补啊。嗯，阿俊，好了好了，赶快去去去，赶快去换衣服。哎，庄文丽小姐，你动作可是要快一点啊！我已经在阿姆平订好了游艇了，而且又约了那边最好吃的一家十元餐厅的大师傅出来做外汇，晚上一边赏月一边游湖，然后一边浅尝他那边的佳肴，这可是。你老公在躺在医院里面盘算很久的一个心愿啊，啊，要快点好不好？嗯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去快去，快点！阿俊，能不能麻烦你进来一下？我的拉链卡住了。阿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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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阿俊，阿俊，阿俊。阿俊，阿俊，你醒醒啊！阿俊，怎么了？他刚刚还好好的。阿俊，快，怎么办？阿俊，阿俊，妈，嗯，文丽，没关系，不要怕。妈，快，救护车。啊，妈，救护车。对，救护。喂，快快快，八的方三段十号，你要见谁？快点，要不快点，找两个人，小唐，还有佳美，快，
邵主任啊，手术小组已经在开刀房准备好了，嗯，你也该去准备一下，等麻醉大夫一到就可以动手术了。好好，邵大夫啊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先去准备准备啊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叫我大哥，大哥。是你妈，今后你要好好的孝顺她。妈，这是你儿子，他是我唯一的弟弟。大妈。在叶律师那里，我的遗嘱已经立好了。今后你要跟小唐，我跟我念亲弟弟一同，要好好经营我们的长绿企业了。阿俊，我不准你胡说，你会好起来。对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强大哥，乔美，你强大哥这一次要面临的恐怕是他这一生最严重的一次考验。夏美，我还希望能够赢了这次考验，再以赢家的身份好好的请你喝一次酒。还有，我要你知道一点，我长俊最骄傲的就是我这一生我娶到了我最心爱的太太文丽。我也很荣幸地交了你这个我最喜欢的红粉知己。就算这次我赢不了这次考验，我也真的没什么好遗憾的。文丽，你怎么搞的？怎么又哭了？你忘了我说过的，滴在你衣襟上，疼在我心头。文丽，这辈子我欠你欠的最多，如果今生无缘再续的话，我答应你，来生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再去找到你，我还是会要你嫁给我，我会让你彻彻底底的了解我这个人有多好，我有多爱你。问你，阿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我不许你耍赖，你
今生欠我的，你今生要还。欠多少？你要加倍的还我，不许耍赖。为你，我从披嫁衣；为你，我重回秦家；为你，我认定了一切。你怎么能耍赖呢？没有你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庄文丽这个人。是你塑造了我，给了我这一切，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了呢？阿俊，阿俊，对不起，开的房已经准备好了，长轩，你。我也准备好了。我要你笑一点，深深地记在我脑海里，印在我的心底。在这段期间里，我要你好好的照顾大家，等我回来，嗯。各位的关爱。妈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阿俊，阿俊，谢谢你们。阿俊，大哥，一年长，一年难，帮我拿着它，我回来还要用啊。阿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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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俊。